人为文做客艺术人生，独家揭秘首次触电背后的故事。抱着100%的热情，只有50%的把握。从歌唱界大腕到影视界新人，是什么让他勇敢迈出第一步？我们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当新人遇到前辈，又将碰出怎样的火花？我看看你怎么演电影。你什么都敢干，你唱歌就唱，你演电影的活你也接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做客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呢，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老大哥。在事业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使自己呢从一名基层的小战士成长为今天中国首屈一指的歌唱界的大腕儿。同时呢，在生活中他严于律己，又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好男人。现如今已经当了老爷子，他又大胆的尝试去拍了一部电影《风雨日升昌》，甘愿让自己在影视界当一位新人。说到这儿，我想了解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阎维文。头发长起来了哈，长得挺快，3个月啊就长起来了，就长起来了。对对，我觉得我上一次见你的时候特别颠覆在我心目当中你的形象啊。那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故事片啊，描写的就是当时啊，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我们金融界最早的我们说银行的前身，那么就是票号。那么这个票号呢是诞生在我的老家山西平遥。那么这个故事大概就是介绍了这个票号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就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我在这个电影里头扮演这个男二号，是大东家，李大全。像啊，这个气势一看就是大东家，是吧？那家伙主要是掌权的人。对啊，有钱，有钱吧？有钱，有钱啊。首次触电，你觉得要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说实话，开始一点谱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因为自己从事艺术工作时间很长了，但是一直是就是很专心致志做这一件事情。舞台艺术啊。那么影视。应该是第一次，真正的第一次触电。所以我当时讲，我是抱着100%的热情，但是只有50%的把握。结果呢？结果应该60分及格应该是没问题了。阎维文同志我是比较了解的。如果在他心里能够打60分的话，在我们看来恐怕至少得85分以上，就96啊，你比我更了解他。大姐您是我当时你妹妹。但是这个观众，我觉得我来艺术人生这是第三次，对，他也第三次来了。是吧？第二次的时候还送我一幅第一次的照片，他是第三次来了。你好，真是不容易哈，一路这么跟随他啊。你看，您说到这样的铁杆粉丝啊，你的热心观众，我就会想，其实很多人呢在就等于说自己的这个事业成功之后要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身旁有这么一群人在支持着你。他支持你是你的歌唱事业，他们也没有见过阎维文演戏是什么样，是在那个大荧幕上会给我们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啊，你当时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比如说，我接了这个戏了，我真的就演砸了，嗯，怎么办？那不是一世功名啊？我好在有一点点的退路。什么退路？就是因为，我想，而且也是自己真实的感受。嗯。我想当时就是说，投资方也是到北京来多次的找我，唯一的一点打动我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因为票号就是山西，而且就是我的老家，嗯，平遥发生的事情，嗯，所以我想，后来当时我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反复斗争，后来说，那就冒一次险吧，如果没有演好，确实把人这个片子拖了后腿了，哎呀，反正就是我不是为了出名，我也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给自己的家乡做一点贡献，真的是这么想，嗯。能解释通吗？我觉得这个理由可以哈、啊，这个理由可以，这个人都有这种家乡情结啊，而且呢，我觉得在那方水土长大，他对那方水土有一份真诚的爱，而且真的了解他，嗯，所以你演这个戏可能真的很合适。哎，后来也是在一点一点的拍摄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是慢慢，真的是，你别看啊，有些东西是这样，可能我在。就是影视的表演上有很多的欠缺，嗯，不像我们的郑晓宁老师啊，他们是常年在这个影视屏幕上演出，嗯，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弥补了我这方面的不足啊，比如说我住在的我在平遥拍戏的时候，我就住在当时李大全他过去的家，就那种环境呢，就我小时候住，我就住在平遥城里面，嗯嗯，所以当你在住在那个环境里头，然后再看他整个家里的东西，一切东西，好像仿佛哎，就应该就是我的，就慢慢就有那种感觉了，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对，这大宅子它就应该是我的。哎，后来当把头剃，当天晚上头剃完以后，穿了服装，在这个第二天在那个要去的时候，先穿了服装，在这个院子里一走，哎，觉得自己。哎，这就是我，就是李大全呢、啊。这个腰啊，就挺起来了，他那个感觉就来了。因为本身这个演这个剧里的人物呢，我觉得跟我的年龄啊，跟我很多东西还是有很相似的地方。我不信，不信啊！我真的不信。你知道为什么不信吗？嗯、我是有理由的，啊，因为我刚才开场的时候就说了，阎维文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非常严谨，啊。这么入道几十年了，你们谁听说过阎维文的绯闻吗？没有吧？说明名气不够大。不，你住在那个宅子里头是吧？你那个老大，他肯定是有一个老婆，好几个妾，都跟着是吧？今天我就当着观众面，兄弟，我给你纠正一下啊，在历史上的晋商啊。有六不准，有六不准，六不准，哪六不准？一条就有，不许纳妾，哦，不许赌博，啊，不许酗酒，其中还有一条就不许，就是树立这个就是你跟树敌，树敌，嗯，还有一条我忘了，六条，第一条就是不许无信，应该有反正在不是晋商嘛，诚信，诚信，诚信啊，对，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没有六不准哈，一条就有对。那我信了，这就是阎维文呐、啊！所以他穿着那衣服，在院里头这么一走啊，我信了，那感觉来了。但是我刚才说了，我前一次见到您的时候，真的挺颠覆的。我从来没见过阎老师剃光头是什么样。后来他剃了光头以后，我一看，挺好看的。我也没谱啊，我剃的时候也没谱。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的形象啊，方方面面，我说的这个形象，它是一个综合的形象啊。你对你自己的形象是非常注意的，是吧？你比如说，他有几个习惯，他只要换上演出服，是绝不坐下的，啊，我说的是演出服，今天这个是他生活当中就这样啊，他只要穿上礼服，他一定不会坐下。说你来坐会儿吧，不坐，不习惯，我就这样习惯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当时剃头的时候你纠结过吗？嗯，纠结过吗？很担心，很纠结，对，啊，嗯，
那最终还是咬牙剃了。对，你也是第一次看自己剃光头吧？第二次了，去当兵役的时候，当战士的时候剃过，但是没刮，那个时候就剪短了啊。这次是彻彻底底拿那大片刀刮的光头。对，然后你端详着你自己什么感觉？比我想象的好。我原来想了，我的头很难看的，但是那天化妆师一给我一刮完头，我在镜子里一看，哎，我说还能看，还能看。但是紧接着那个服装师把那个衣服，就当天晚上试装嘛，把那个服装一穿，哎，我说还行啊，最后把那个胡子什么一贴，哟，我觉得就那自信就来了，真的，当时就有已经心里头，我跟我爱人在一块儿，他说，哎呦，他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说，咱们就是第一步，起码说从形象上还能够，别人不会觉得，哎呦，这什么呀，这是不会，应该还可以。哎呀，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都特期待看看阎维伦老师？刮不了了，在那个电影当中的形象是什么样，是吧？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来，说阎维伦要来演李大全了，我看你怎么演电影？你什么都敢干，你唱歌就唱，你演电影的活你也接了。我这人是特别特别要面子的人，所以这个我压力特别大。啊，人要么不触电啊，一触电他上瘾。哎呀，如果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军人的一个什么角色，我还是想去尝试。阎维伦做客《艺术人生》，独家揭秘首次触电背后的故事。抱着100%的热情，只有50%的把握。从歌唱界大腕到影视界新人，是什么让他勇敢迈出第一步？我们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当新人遇到前辈，又将碰出怎样的火花？我看看你怎么演电影。你什么都敢干，你唱歌就唱，你演电影的活你也接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电影当中的形象是什么样，是吧？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
还真是有那个日升昌这个大掌柜的那个派头啊，有点那个劲儿啊。而且我发现这个化上妆扮上以后，他还真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的您呢有所区别，有所区别哈。这我相信他内心的感受更深。那今天呢，刚好杨永元老师呢也特意的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高峰先生和这部电影的男一号郑晓宁先生，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你好，哥哥好，朱老师好，大家好，哎，导演好，我你好，高导，高导好，高导好，哎，高导坐，那咱们坐吧，来，先就坐着，我坐，你坐这儿，哎，您坐，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我坐这儿，你们说话不？请坐，请坐，请坐，对。啊，给大家介绍啊，这位就是导演高峰先生，著名演员郑晓宁先生，一看这个形象就明白了啊，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啊，为我们塑造过很多好的角色。怎么样，跟这个棒槌搭档一起演戏，你先评价一下他怎么样？当时因为我自己啊接这个古装戏是比较慎重的，嗯，我的影视作品当中古装戏的题材很少，嗯，非常非常少。这个《风雨日升昌》这剧本呢，拿到一看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厚重。完了还有一个制片方告诉我，我觉得特别好玩，说阎维文要来演李大全了。我说啊，触电了。就是刚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觉得特颠覆哈？哟，我说这应该怎么办啊？啊，因为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偶像，嗯，是大家。就咱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虽然就是小那么几岁，虽然小那么几岁啊，啊，但是真的在我们还在什么，不能说是打仗活尿泥儿的时候，反正在基本上还比较懵懂的时候，他的一部部作品，一部部歌曲都已经红遍了祖国大地，那真的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嗯，在现场呢，就是我自己会有点紧张。嗯，我说因为那么大的艺术家，我说咱不说我在旁边看看你的笑话吧，我说看看你怎么演电影。嗯，你什么都敢干，你唱歌就唱，你演电影的活你也接了，那我们怎么办啊？我说我看看，啊，看看，但是呢。从第一次见面到整个全片的拍摄过程，最后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默契的一种手足情的关系。第一次见面是以老师相称，杨老师好，杨老师好，嗯，后来我们两个是兄弟相称，嗯，默契到就是在监视器那看着一个抬着眼睛看着他就明白了，就明白了啊！就是在那看着看着看着，哥，哦，就非常非常默契。嗯，有时候因为你郑晓宁，你演你的电影，演你的电视剧，嗯，我唱我的歌，对不对？你我说一句，我客客气气的说一句，兄弟，有什么问题你过来说啊啊，我们一起的，人家客客气气的说一句。你当真了？哎，我跟我哥就真碰到一起了。有时候就走过去，哥，嗯，我放松了。我说，嗯嗯，啊，就全对了。因为咱们知道唱歌我得要提气啊。嗯。那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尤其是他走到哪儿，你知道吧？你看，对他特别认识啊。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在那可能正那么坐着呢啊，正坐着呢，导演那儿预备也得来啊，但哎怎么预备半天不喊开始啊，导演怎么回事？哦，这儿调一下灯啊，一样。但是呢，可能我们经过多年在镜头前呢，可能就觉得会是一种找到那样的一种状态啊。但是跟哥哥，他觉得我还是得预备，就准备小白羊，我哥。但你想，他是那么一个高度，那么一个大家，
你来过来，最后都形成一种眼神的默契，最后分手的时候是一定是兄弟相称，一定是兄弟相称。所以说我是觉得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呀，不光是一种艺术上的碰撞，更多的可能是人品人格的这样一种交融哈，相互之间的这种欣赏，才有了后边的这个默契。高导，我听说在这个电影剧组，阎维文先生啊还有一个绰号叫阎一条。那是那个那个绝对是，这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真是开玩笑。不是，因为我觉得在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组里头啊，我先给你能说这个一条，那家伙那得多高的演技啊！那阵我先打断你这个话，不好意思，按道理不应该打断你话，但是就这个是，这是我们在开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电影完了以后开这个新发布会，小蔡。蔡国庆去探班啊，正好赶上我们要开这个新闻发布会，都在一块儿呢。小蔡那是那对兄弟，那他肯定是这那天特别高兴，然后他自己就讲了好多好多，最后说啊，听说你是演一条这么出来的，这演一条如果导演说出来，那我就可以这么出来了。问题是小蔡说的那不算，后来我跟很多人说那个不算，就是说我导演，那你就在这儿补一句吧，这你让他这样一下。不是啊，说实话啊，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演员说一条过。对，就是我拍了这30年的电影啊，就几乎没有一条。真的没有啊？没有没有。你用我试试。你用我。一条电影很庞杂，电影是很庞杂的一个事儿，这你们都了解。所以他可能演员可以了，可能声音不行。声音可以，可能哪个灯啊，哪个位置不行，反正没有一次过的。这个电影，不过其他的电视剧，因为我没拍过，可能有一条过了。但是电影很少很少，没有啊，没有，没有啊，没有。而且电影呢，它都精益求精啊，一个镜头呢，它必须要保证它绝对的高质量。对对对。那作为您这么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您怎么评价这个新人？刚才小宁说了一些那个感觉啊，其实我也有同感。因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唱家嘛，可以说家喻户晓的人，一说因为我接手这个剧本和这个电影片子的时候是，当时投资方就说，这个因为是拍的是山西平遥，可能阎老师要参加这个片子。我说应该，那应该问题不大，他是一个歌唱家嘛，应该。演戏本身也是一个感觉，唱歌也主要是一个感觉，除了声音的条件以外，我不懂啊，就是感觉是重要，拍电影其实也是感觉。就是杨老师来了以后，开始我心里头也有一点，我说不行就慢慢的调整嘛，总归是能演。第一天拍我就心里就觉得挺欣慰的。阎老师这个人的特别努力，而且非常认真，所以有这两个做前提，而且他是说别人说谦虚谦虚啊，阎维文老师是真是谦虚，很多事情他请教周边的演员，有时候问问我，由于他的这种努力的精神呀，所以他最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完成了这个角色，个别地方当然还有一点拿的地方，但是很少，痕迹已经很少了，我觉得也相当不错，说真话。他刚才呢给他自己的表演打了60分啊，您要给他打分的话，您给他多少分？哎呀，这把我难住了啊，听你的了，您就实话实说，给。85分吧。哎呦呦，那太高了。我以为你给我59分，差点及格了。谢谢，没有那么高。85分啊，85分，那真是好啊。哎，我倒也觉得您胆儿挺大的啊。您怎么就敢用他来演这个电影的男二号呢？你想一个电影啊，它的成本不是一部电视剧，它的成本是很大。啊，你怎么就敢演他呢？你就不怕他给您演砸了？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拍电影，有好多电影都是原生态的演员，其实都不是演员。然后你只要自己心里有信心，你自己有感觉，实际上，
剧本赋予的很多东西，它只要是它沿着这个支点走，因为镜头是一个一个接起来的，拿镜头来说话的，所以我心里头呢倒也没有慌过，因为他严老师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有那么好的舞台上的经验，所以这一点我开始就觉得也没有担心过，是这样，就从来没担心过啊。演完以后，从给的这个分数来看的话，显然他没让您失望。是啊，这实事求是。但是我要问一下严兄您啊，您自己觉得啊，这部电影现在已经进入后期，在紧锣密鼓的在做，那从您来讲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就直到现在还挺遗憾的，如果说能有机会的话还想去弥补它，有这样的吗？不是说有哪些地方，其实拍到我们最后到拍到鱼刺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说了，哎呀，我说导演要把前面的再重新拍一遍就好了，真的是这样。我想讲就是说拍这部电影呢，刚才你导演也给我打了分，其实啊我知道我开始很紧张第一呢还有两种原因，第一我特别怕比如说你在现场你整个跟不上人家整个剧组的节奏，拖了整个剧组的后腿，对，拖了整个剧组后腿，因为你一遍一遍一遍不行的话，你毕竟是个有名的人，这个是实话，所以我又特别怕，我说万一导演在那一说你，我这人是特别特别要面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我压力特别大。说实话，开始，那么就是说第一天拍完以后，导演没有说任何不满意的话，不满意的话，第一天起码的给了你一个信息，导演没有说因为你不停的重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小宁说的这个，我进剧组的第一天我是晚上去的，然后剃光头，然后试服装，然后我们俩是第二天在院子里见的面，我都想了很长时间了，因为是要他是演男一号，我都想了我应该怎么跟他讲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番话，开场白，对，所以我一见着他我说郑老师你好，他燕老师你好，我说这样，我说我呢实话实说，我说我第一次触电，我说你是老演员了，我希望在今后的拍摄日子里你能够手把手的教我，我说你就把我当一个新兵当一个学生带，我是真的是没有演过，我咱们不要客气，我说既然咱们在一个剧组而且是演一个事情，我说我要演得好一点对整个戏也好，后来我们俩说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开始对台词，就开始还说实话毕竟开始还有个磨合，但是从开始我们俩真正开始拍一天两天三天，我后来我特别感动，就是当我拍完一条的时候，他会过来，他会用很好的方法啊，不会当着很多人面啊，怎么他过来悄悄跟我说，哥你那个地方再放下来一点，你那一句再那什么一点，包括我将来你们如果看电影的话，这个语气，其实导演对我的语气是很不满意的，我说话了老断，应该是一句话应该很连的去说，但是我一到电影里头我就自己就话剧了，这是我知道这个导演很如果说不满意的地方，这个是他不太满意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我说话呢，我是按照我听到的或者看到的东西，我们在台上是吧，今天我把什么是这样的感觉，小宁就告诉我放下来，我就听他说话，其实比我们现在说话还要小，对，因为他话筒完全就对，对，他是啊，他是在这个贴在这个胸口上，或者是贴胸口的，还有一个那个举的那个，对啊，就他一直在我整个拍戏的过程，直到我们最后完所有的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小宁只要我在的时候，他都帮我，因为导演他是很全的东西，哎呦，看到灯光要看到这个方方面面，就刚才讲了这儿好，我们好了那儿不行了，总一遍一遍的，尤其在平遥城，那是个旅游城市，哎呀，那个宣导，我们是同期生，这儿刚刚一切都好了，刚正进戏了，砰，放炮了，停，就是各种这样的时候，所以小宁在这个整个这个戏当中，为什么就是说他刚才讲，我觉得确实是为什么我们通过短短的大家在一起合作，最后成为非常好的兄弟，我觉得大家真是用心在交流了，不是面上啊，你这哪儿那个什么，他真的是在告诉你了，把他自己看到的，把他自己知道的东西，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了，
哎，杜军，你记得去这样一点，不行不行，你在，就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条都那样，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就是说，如果导演打了那么的高分，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他的很多心血在里面。没有，说实话，真的。但是这个源于他自己，真的是源于他自己。首先来讲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那么大的艺术家，他能够认真到每天，如果是中班的话，上午我们是住在一个院里头，他就自己在房间里背台词，在院里自己背着手就开始练，就在那背。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创作习惯不一样，你像我自己是我从来不背台词，我到现场去走，走两遍 OK。哪怕再大段的词儿我有了也都下来了，也就下来了、但有的呢是可以把这个今天所有场次的词儿都背了，我不用拿剧本了。但是哥哥呢是非常认真的在那琢磨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台词都在那琢磨，准时的到了化妆间化了妆，最后经常冒场。我说你看没经验吧，冒场。我说通知是让你七点钟化妆，你得看大队几点。我们就是粘一头套，粘一胡子 OK 了，穿着服装就可以预备开始了，你非那么早去干嘛？那你说我什么去？我说如果通知你七点，你可以七点半去，教点好的行不行？要不他在那等着耗着，在那等着耗着，这油油啊。完了，最后形成一种浪费嘛，也经验之谈。但是他真是非常认真的在那，就每一句台词，就什么的。完了，我有时候最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因为是源于他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你这个信息给我，要是我一跟你说完背的时候，那我还说他干嘛呀？有时候经常会我们这楼上楼下，我趴在栏杆上，比如说喝着茶喝着咖啡，我看着哥哥在那儿。今天我们怎么怎么，哥，放松点。这个可不是源于说你想说就去说的，而是一定是他，一定是他给予我一个什么信息，我才会哎呦，我 OK， 我去说，哪怕就是最后过来，因为毕竟我不能说是把导演抛在一边，我去过去，你得这么演，你不可能，你必须得尊重他，无论从职务。年龄你都要尊重他，但是呢怎么办呢？最后跟我哥哥形成一个两人特别默契的人他就知道啊，知道了，对啊，因为这种东西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就但是给我看到的可能我们因为就像说我吧，拍这么多年戏，几点该去化妆，什么时间换服装，什么时候去走戏，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真的是没有见过现在有什么人说是回到驻地，还在拿着剧本，还在我们今天怎么一遍遍琢磨，一遍遍琢磨，这种他的这种对事情的这种认真的这种精神，真的值得学习，也同时在感染着你们，感染着一个人，愿意跟他去交流，对，愿意感染着每一个人，这倒是这样。是吧，而且剧组对严老师的这个印象啊，现在聊起来都特别好，特别好。人，你说这该化妆的时间，准准的就到化妆间门口。几点到？到那儿候场就候场。也没发过牢骚，也没怨言。大家会说：“哎呀，严老师来了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还前面还猜测各部门给我说顾虑。我说你们别那么大顾虑，来了，他再怎么样，他要完成这个角色，他得工作嘛。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以后严老师来以后，他的心，他的眼光，看别人，别人怎么想，我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态度，就发生了一个品质上的一个层面上，让人受到尊重。对，这是我的一感受。就是他的这种状态，他的这种努力勤奋啊，把自己所有的身段都放下，所以呢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合作，就来啊。那人家都说呀，人要么不触电啊，一触电他上瘾啊。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没有，没有啊，没有。人家如果说比如说走哪介绍说这是电影演员阎维文，
你高兴呢，还是说这是歌唱家阎维文你高兴？当然是歌唱家了。完了，导演，您看您这努力白费了。不是不是，因为这我觉得，毕竟人家唱了这么多年歌，才拍了一部电影，他再拍三年五年，这个话可能也会变，也说不准。不是他，哎，但是啊，但是导演有信心啊。但是说实话，就是其实在这个以前也有人找过，也接触过，说比如说影视剧啊什么，我是完全拒绝的。但是通过拍这部戏呢，起码心里动了，就是说啊，哎呀，如果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军人的一个什么角色，我还是想去尝试。这倒是说实话，有这种话跟我说了，我得把这个口子给撕开了。对，其实还是真是。对，那既然这个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拍戏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你刚才也说了，你现在慢慢心里呢，也对演戏这件事呢开始接受，并且呢觉得愿意去尝试了。你有没有勇气现场挑战一下？雷掌柜，咱西域城上上下下都要这么转，自己把自己定了一个，哎呦，我一定是要这样的。很多时候你可以放开，你这样在给别人唱歌也一样，你不用非要这样去唱歌。我特别想去给阎维文同志挑挑毛病，去看看这个不务正业的歌唱家是怎么演电影的。阎维文做客艺术人生，独家揭秘首次触电背后的故事。抱着100%的热情，只有50%的把握。从歌唱界大腕到影视界新人，是什么让他勇敢迈出第一步？我们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当新人遇到前辈，又将碰出怎样的火花？我看看你怎么演电影。你什么都敢干，你唱歌就唱你演电影的活你也接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有没有勇气现场挑战一下？导演反正也在这儿，是吧？演员一二三都在呢。演什么呢？啊？是的。导演给出个题外，是吧？那我不难，是难导演了。没事，让他出题吧。不是，导演出一个题以后你就难了吗？让你演什么？啊，算了，别算了呀，导演。导演说出一个，我听导演的。啊，导演说算了。本来一天我们拍戏就够累了，一天咱们在这儿来去说一点轻松话题，还说的这个事儿，又让他们演戏，我一天看着演员。没有，主要是大家都没有见过阎维文老师到底是怎么个演法啊。像我跟你这样吧，我要能想得起来，我跟你说一说，我跟那个雷掌柜的一段那个台词吧。好。带着戏好不好？我都忘了。你为什么就是说那段那个？因为这段唱戏那段没有，因为这段台词他给我抠了很多遍。也是我当时就是我进到剧组以后背的第一段台词。那段台词其实我开始要背的话，我每天拿那本。雷掌柜，咱西域城上上下下都要是这么个状态。后来他给我纠正了。最后我们俩是这么演的。我就站你旁边了，也不用说。葬礼，葬礼那个声。雷掌柜，咱西域城上上下下都要来祭拜。给死难的伙计呢，每个人发给白银100两抚恤金。深谷呢，有深谷的后人继承，没有后人的父母。终生享受红利。哦，还有，对伤者呢，咱们也要妥善的处置好。知道了。但是那个接着你先开始背的时候啊，不是这么背的。对，先开始背的时候，雷掌柜，咱们西域城上上下，我说哥。对，那是话剧啊，对，这是电影，对。但是开始特别不自信，就是特别怎么这么说话？这能别人能听得到吗？能行吗？完全比你平时说话的音量呢还要往下。就完全，因为后来我在跟他演对手戏的时候才发现，他的音比我还低。是，但是后来一放开一听，哎呦，就觉得他那个特别的自然，就是这个很舒服，很舒服，就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哟，这种端的累，就是
那你觉得你尝试这次拍电影，您觉得您这次尝试拍电影啊，对这个你唱歌有什么新的启示没？一定有好处。嗯，一定有好处在哪？就是其实过去我觉得其实自己是把自己塑造了，就是自己把自己定在了一个，哎呦，我一定是要这样的啊，穿的军装或者穿西服一定是要挺。其实我觉得倒是通过演这部戏，我也想很多时候你可以放下来，你可以让你的那个感觉再松弛一些，你这样再跟别人唱歌也一样，你不用非要这样去唱歌，嗯，更亲切一点，更自然一点，就是通过这个戏让你告诉你，其实就是很多在你在演唱歌的时候，当然歌毕竟它是一个很它的题材就是那么一点，你这一个人物呢，它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东西，但是还是要就是尽可能的要有人物感，嗯嗯，就是你不要所有的歌曲唱歌你都是这样的唱歌，你可能唱一种东西需要，但有些东西，比如说你在唱小白杨，你可以一颗小白杨长在哨子上，你可以再更语气化。我觉得因为这个它艺术是相通的，就既然它这样的语气最后能打动别人的话，那么我想你演唱歌曲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把你的声音放下来，你把你的整个感觉放下来，可能会更走心，嗯，对，更容易打动人，是啊。好，那我们也期待着通过这部电影，阎维文在歌唱舞台上也给我们带来完全不同的新的这种体验和感受。既然我们说电影说了这么多了啊，我想问一下导演，这部电影啊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年底前后吧。年底前后就是要赶这个新年档期吗？不敢说，现在一切顺利的话，现在有因为就是很庞杂，后期的工作很庞杂，所以说其实基本上第一遍的初混都出来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其实也没法说，就是预计能在年底前后能出来，我觉得。我明白了，计划还没有。除了艺术上要精益求精之外，可能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关口啊，哎，外界的因素，对对对，哎，方方面面的因素，方方面面的因素，然后才能够上到院线，对，啊，上到院线，好的，这样行不行？导演，从您开始，导演，男一号、男二号，在这儿认认真真的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您得吸引我们这些人去看呀，是吧？得走进电影院的，行，好吧，这行。我先来吧，导演先来吧。导演男一号、男二号，有这样分吗？要。我完了以后女一号再说吧。你来就是一号。我真的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风雨日升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真实含有文化品质的一个作品。大家如果不看，非常遗憾。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因为我刚才说我自己接这个古装戏呢比较慎重，我不太喜欢那种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后史啊、野史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自己的古装戏的作品不多，但是这个戏呢，它真的是打动了我，就是让我看完剧本之后，我跟导演、跟制片方沟通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剧本的文化底蕴很厚重。这个厚重并不是说多么沉、多么深沉，不是，它是在我们今天这种娱乐大潮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一部能够让你去看完之后去有一些反思，人性的反思，这个方方面面很多的一种人性、人品、性格很多的这种反思的这么一个电影作品。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写的有一定在那个时代，而且应该给今天一定启迪的一种代表性。
所以我大家，我希望，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在娱乐之余，娱乐之中，娱乐之余，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在娱乐之中，我们只能就今天我娱乐完了，抽出时间去关注一下日成昌，看一看他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好，该大掌柜的了。作为歌唱演员呢，我希望所有喜欢我歌声的人呢，同样关注和喜欢我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作为一个山西人呢，我希望大家通过看这部片子，能够对历史上的晋商他们的品质、他们的敢为人先、他们的那个诚信有更多的了解。好，其实我们本身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收获本身就很大。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也是边学边拍的，也是了解了一些这个票号文化、经商文化，感触特别深。观众们就不用像我们那么去了解了，只要看看电影，边娱边乐的就能了解这些。谢谢。要不然女一号也推荐一下。你的这更重要啊，就看你愿意不愿意。我虽然到现在为止啊，对这个电影啊知之甚少，但是刚才跟几位主创这样一番谈话，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因为我相信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所谓晋商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今最最需要的，那就是诚信，人与人之间内心的共识、共知、共信，可能是我们这样一个高节奏的社会最需要的。我相信这部电影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才孕育而生的。另外，我特别想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特别想去给阎维文同志挑挑毛病。好啊，去看看这个不务正业的歌唱家是怎么演电影的啊。你觉得我这个推荐可以吗？热烈欢迎。好的，那我们就期待着吧。好，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部电影呢能够尽快的进入院线，能够让我们看到，好吧？谢谢，我们要感谢，谢谢导演，谢谢高导，谢谢高导。40年从艺生涯，他经历了怎样的奋斗岁月？一个星期，没敢张嘴。你的歌唱水平就应该是走后门来的。11载民歌情缘，是什么让他坚守那份信念？要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民歌的记忆。节目现场，阎维文畅谈家庭趣事，分享他的家庭经营之道。我是夫妻之间其实没有离可讲，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亲情。更多独家内容，下周请。